风打鹰继续，来，风打鹰，再给一个机会大克行吗？再给一把机会大克就完事了，给一个机会 ，Give me a chance， I will give you a word， OK， 再次大克。对战方女妖还是拿到了速度的，观战方这边女妖立盾防点，对面催眠给女八，金刚护法，主视角这边小死亡还是强行点花果，法师是被催眠了，2400开刀，2300，第三刀打到4000，收刀5000多，但对面有贴，对面也打上了金刚，大唐的速度快过了对面化生死啊，属实很猛。对面没点，选择了野兽。那么主战方这边一波善恶怼过去，对面肯定是 hold 不住的啊。对，你就善恶怼过去，你这花果山，对吧？包翘，好吧。这包善恶的吧？善包。哎，有本事把把善包啊！哎，有本事再来善包啊！还善包吗？对不对？就说了，怎么可能点不死？自信，好啊，自信。先起塔，对战方走了一把笑，再催和尚。这把对面应该是要杀大唐，应该是强杀你一把大唐，只会金刚齐宝宝强杀大唐。这把肯定是大唐 boss 对吧？没杀，拉宝宝了。那这样的话。其实强杀大唐才能乱指令声节奏，宝宝神了，还不错，前期运气啊还 OK， 对吧？还 OK， 拍了和尚，再来一只珍宝野神，神优一比一。感谢给我解文字兄弟送的一个紫水晶哈，你要用礼物来叫主播解文字，主播是肯定解的。我这个人虽然对不对，不是特别的，哎，你没见你文字啊？好，金刚推上啊，主视角这边给宝宝打上金刚，大唐捕野兽，对面大唐这时候，对面花果山这时候还起不来啊，大唐应该是平砍了吧，三叠清。4900，有宝宝跟一下会。情商一人清一只吧，对不对？一人清一只，神一次1:2，又神一次2:2。这个这双成绩神一了，孤数神一了，好吧。那你神一次，你必须得对吧？你神一次，孤注成瘾了啊！别亲宝宝了，有啥好亲的？看到亲宝宝就头又痛，是吧？看到亲宝宝头很晕。那珍宝宝宝的神用，你亲宝宝就白干。啊，风女儿没中，反风和尚 OK， 啊，反风方寸中，平砍 OK， 掉了一只，终于掉了一只。破甲对面和尚大狼可以起，花果山可以起，拉起来，点杀当头，蛇仙招对战方的话，三叠点上，求稳，6900暴击了，大狼还是被突死。OK 啊，清掉两只善恶仙。那么下个回合对面和尚肯定是补宠，对吧？肯定是补宠。花果山当头的话，我估计啊是青蛇，估计青蛇。啊，人顶防止被抓，因为观战方地府速度还比对面快啊，防止出宝宝。王两地府没抓，这蛇很凶啊，7000。
已经开始秒了，已经开始秒了，神一次，二比三，是二比三吗？二比四，没有二比四吧？哪里哪个宝宝有神光？大航宝宝飞了吗？那随便好吧，那随便吧。我看是二比三了。开场就升一次，刚才不是二比二吗？二比四了是吧？啊，女儿有亲啊，必中贴合上。放下没有选择继续点，但大唐应该出手。拍掉封印出手。珍宝的成型的宝宝是比较重要。珍宝对于宝宝的一个，就是他打 PK 啊，对于宝宝的一个。乐哥上啊，乐哥上，乐哥开好了，开始感谢锦囊，感谢锦囊化身被贴中，大狼又死了，对战方就压制你大狼打，他这个阵容啊，这时候有当头就压制你大狼打，没有当头就飞，对吧，飞机打你面伤啊。珍宝哥打花果山阵容就是他整场 PK 的思路都是随着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牵引，就是花果山刷的技能来走，还有当头就杀你人，对不对？或者有时候清你蛇，偶尔清宠，主杀人来给你压力出去。感谢乐童真可爱送的这个五个锦囊，啊，心灵是女儿素的。我佛慈悲拉，因为主视角这边现在大行起来啊，选择清蛇，要不然蛇不好清，大蛇助攻 OK， 一层人形，对啊，他杀你人，对，当然就杀你人，他很少就清楚杀的，特别爱杀人城堡。好，大精灵给女儿村啊，防善恶，珍宝又是一波善恶来了，还差一只善宝，吃恶晕死。感谢横塘一霸送的这个十五个锦囊，还好蛇是清掉了，对面出了善宝，女儿说没点死，都是善宝，还不错。大狼上线还得尽快的活，因为毕竟现在紫禁城也是双招，一逮到机会就开始点，对，一逮到机会就开始点。比如说这把吧，你想点杀女儿村就水大堂化身活血大堂，蛇卵给大金，法系给秦也可以点。东方顺命中，和尚金青，这样血流大堂够扫，看会不会点，来了，点了，对面破甲。对战方继续干女儿，但是观战方这边优先点杀，点杀对面的花果山，1500开刀，2000两个甲，第三把没有甲，第四把4800没有死，顶上一个大金，当头还是杀女儿，5000反射了一点血量，无相出路，又弹了个甲，这把应该是跟的，哎，招蛇了没跟，但是有伤，女儿死，但是对战方这个时候。花果山死，花果山也死，那么其实差不多，毕竟对面花果山不能一下子拉起来，对面女儿村很极限，今天珍宝的女儿村还是比较极限的，因为本身这场 PK 的这个速度竞争当中啊，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占的速度位置只有13%的加成，对战方只有15%，两个女儿村速度其实也就差了2%，要证明差2%的情况下面，对不对？对面珍宝的女儿村一直拿一速的情况下面的话，紫禁城女儿也是，证明珍宝的女儿村很极限。你看善恶都拍5000多，对吧？很极限的一个
一个速度。啊，双招成型再给全秒，对面一号宝宝一丝数，青花果山宠人死宠飞。神了。三比四，对面善恶还是选择来守势观战方这边女儿，女儿还是强行喝酒，对面女儿村已经残血了，因为主战方这边有善恶刚怼了一把五千，再加上法系有在秒，所以说还得点人，还得点人，这把我觉得对面女儿村是金青的。对吧，我觉得对面女儿村应该是金青的。因为他自己的血量也要去那个。他自己血量也残。对吧，他女儿应该是金青的。好，观战眼睛。好，方寸分身。上线回上来，光辉打给大唐。那既然紫禁城这边女儿选择金青的话，应该也的确也不会去点，因为就只有你女儿只有一手金青的操作，那么我才能进得出来。如果你效力我的话，我肯定是进不出来的啊。所以说也没有去点，要大唐起的盾，防止被对面宝宝守。的确，对面全伤。可以清飞，造成一个人死宠飞，那么让对面善恶不成形。对面的善恶对主战方这边压制能力还是比较大的，相对来说，那这样子善恶不成形的话，对不对？观战人物相人物还是稍微安全一点。这把他花果山又起来了，花果山又起来了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紫禁城要点的话，这个女儿点他女儿这个点是比较关键的。或者点别的单位也可以，对吧？我点法师啊什么也可以。封拔木，封了女拔，吹了和尚防鹈鹕，有拍，活血，这把拍的到位。鬼影还是没有点，抓住机会去进攻。其实这把进攻机会还可以，长驱手势拖到了怨灵身上，这蛇好猛。七千平没暴击啊，龙魂宝贝又被干飞，有女儿村的宝宝而且飞了，这时候这时候珍宝方寸在分身里面啊，紫禁城这边是比较伤的，因为他方寸可以强行的控制，那么他点杀节奏可能会不会特别好，他只要女儿封你女儿，对吧？方寸还可以催，但是要点其实也可以，对吧？我化身给鹈鹕点，他只有一手女儿封大唐，对吧？方寸催化成才可以，要不然的话防不住这把点杀，要点也可以点，因为你毕竟大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月下风女儿宠吹了，台风还是选择活血没点，除了这须弥不让对面活，但只秒了700。哼，大唐被摇醒。虚弥伤害不够啊，对吧？虚弥伤害不够，女儿这个点倒不一定拉虚弥，因为关张王这个女儿点比较关键，
行，四千啊，靠善恶再杀女啊！你看他的点杀啊，就是珍宝的点杀，就是打着打着当中他就进行了一些点杀，他没有刻意的，就是说我全部围绕你这个女儿进行进攻，他就是花果山正常飞机法系可以把琴，对吧？不影响他的一个节奏的，其实女儿又死，看到没有？非常伤，非常伤。就你不点他啊，你的人物就是无限倒的。技能造成面伤，对吧？又能点你人，收益其实非常非常大。高速拉去活血，啊，地府再走金青啊，把装备就这把舒服啊，这把舒服。对面方寸血量也残了啊，残猪推，这是真不爱进攻啊！那不地府金青的也没办法进攻。马上珍宝双蛇了，火焰闪立顿防点，三叠清善恶，可以当好砸掉，还不够。这个须弥血好多啊！啊，女儿起来拉了只须弥。还可以，血量的话也是让回上来了。那么蛇一血有点残，对面花果起了盾，点女儿，点女儿，哼，拉须弥看不懂是吧？就吸引对面来清嘛，这个时候就让对面来清须弥好了，对吧？你只要保证人物单位在，那么我抓住机会点他就可以。那你如果对不对，你不清须弥我倒烦，巴不得你清须弥啊，立盾。惊魂铃摇蛇片跑了，我操，这搞个卵。好，鹈鹕点女儿，大狼伤害是在的，法系给琴音就好，三千五开，第二刀贴，第三刀，第四刀要空切了，还是贴掉，再来一千六，两只须弥在，我操，太烦了，真的。有琴音吗？有琴音吗？双手的，双手的，没给琴，还是没有琴。还他妈善宝，送大金真的好绝望，好绝望，说什么？须弥也没威力啊，这须弥要凶一点的话也可以，对吧？这秒不秒不痛啊！风果子，那么一波点杀失败之后，又得稳一稳啊，又得稳一稳。然后对战方又来杀你，还好这个大金顶的还可以。这几只虚，这两只虚棉血比较多，宝哥要换了，宝哥要换了。可能会换啊，宝哥可能会换，因为大唐这个血量，他知道你大唐血量不是特别健康。但贼神这时候出的是神马，有速度，人体大金又不死。对面宝宝时间已经到了，对面也是神马，神马时间到了。还有这虚名神马还有点小威力，换也换不到。必送天再顶，
射了。花果山还可能会继续怼的哈，对，狂怼。他很少刻意去清理宝宝区，这是某个打法。他很少刻意去清理宝宝，他一般就是压你人，对吧？因为这个 PK 只有压住你大唐控里化身，你的点杀放不出来，我才能，对不对？更好的去输出。因为他其实几个单位，特别是法系也好，花果也好，他两个单位抗性都是不是特别好，一般般。主要还是打输出的。宝宝质量好，看看十二层，他伤害他的宝宝质量是好。哎，紫禁城大唐大克对面十二层金风破血清不掉宝宝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太恐怖了。小星辰撞啊，撞个法系，好，失魂再点。还是缠住腿，波血，我操，这他妈的清不掉啊！我操，这，哼哼哼哼哼哼哼，你他，这我打。打不过，真打不动，太难了，兄弟们。紫森宝太狠了，真太狠了，虚了，虚了。我操！这时候我只能给你们看一个视频，好吧？这个时候啊，看个视频好吧，没花招，只能看个视频啊。打不倒，太强了，太强，太强了！这服务器太强，打不过。原谅二狗好吗，兄弟们？原谅二狗，能原谅二狗吗？我觉得没问题吧，对不对？拿，宝哥太强，啊，宝哥太强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撞 PK 啊，打到你绝望，就打到你绝望，你大克什么也没用，打到你绝望。绑打一下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绑打一下啊，绑打一下。
3500多票，再立一立好吗？再往上冲一冲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再往上冲一冲，感谢每一位打榜的家人们，好吧？感打榜啊，打榜！哎，这种 PK 紫禁城真的没脾气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他两条蛇一成型啊，你是根本搞不住，搞不过。东一口一个人，西一口一只宝宝，东一口一个人，西一口一个宝宝，你哪 hold 得住啊？ hold 不住。感谢办卡，指挥的事还是硬件的事？哎，各方面原因嘛。硬件其实比相比宝哥来说的话，属实也差一点，属实也对吧？相比宝哥的硬件来说，紫禁城硬件跟宝哥比的话，属实也稍微差一点，但是，指挥方面的话，的确也差一点，实话实说。两边都差点的话，差的有点多了就。两边都差点，自然就对不对？差的有点多，两边这也差一点，那也差一点，对吧？所以我之前经常跟你们说的啊，宝格的双峰，宝格输的比赛啊。宝哥也就真的就是国标跟你打，宝哥的双峰打不过的，真的打不过。宝哥的双峰打得太好了，宝哥的双峰啊，真的打不过。猪圈打双峰真的太强了，猪圈强出一片天际，你们知道吗？猪圈的双峰真的强出一片天际，超强。宝哥输的比赛大部分都是国标输的，大部分啊都是国标输的。他212很少出，就是那个时候珍宝阁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方寸武装那个212其实那时候就跟那时候差不多，那时候也很少出。珍宝善恶搞得早，珍宝善恶是最早搞善恶的，最早搞呢其实就是有个好处，对不对？可能多花钱，但是对吧，也不一定多花钱，最早搞就我研究出来的东西，对吧？那你发明研究发明创造其实就是这样，你创作出来一种好用的东西，你打到后期，就像宝哥那时候打宙斯，对吧？效果打出来了，其实那个时候宝哥买宙斯的零食其实花不了几个钱，那后期别的团队全部去效仿宝哥打宙斯，买那种零食买过来，后期搞的就多花钱了还。但是效果其实对吧，没有宝哥用的好，尝到甜头了。宝哥其实就是他最早用的善恶，对吧？那时候善恶嗅觉还便宜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时候搞吧，你还能多比人家可能多喂个一年资质，宝哥的宝宝的确是遥遥领先别的去。